是的，主播，画面中可以看见工作人员引导民众顺利开车离开台七甲线。 受到泥沙台风外围环流影响，宜兰县大同乡台七线台七甲线16号传出多处道路出现坍方，造成民众受困，进退两难。公路总局获报后，漏夜抢通，17号凌晨12点15分左右，台七甲线0.5公里处便道终于抢通。 公路总局人员引导民众离开，同时也给予实物指击。截至17号凌晨1点10分，该路段目前已撤离完毕，共有91辆小客车、1辆机车、2辆中型巴士、2辆大客车、297人顺利脱困。完整片散掉下来耶！另外，宜兰大同乐水村民16号拍下台七线86.5公里处，因是路段山壁崩落的惊险画面，经过比对，应该是坍方浇管路段的山壁，所幸没有造成人。 车受伤，以上最新主播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，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